哎，那里怎么会多一个那个？多一个绳子。东西都不一样了。旁边有一个大罗。是不是不要王不见王，王不见王。哎，我要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办？绳子。啊，我可以关门吗？好可怕哦！哎，我那不然我走另外一边嘛，好不好？不要跟他碰面就好啦。可是重点是我要去楼下欸，没有，其实我应该是要先拿那个螺才对。我刚看他其实是在这个位置啊。哦，他过去了，他过去了，他过去了。大罗在这，大罗乃叔，他就在附近。快走！他就在附近哦，就是不要跟他王不见王就好了。OK。消失的鬼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突然，我又出现了，又出现了。哎，我有点忘记我要怎么去楼下。哎，我记得是这里没错啊。哎，这哎，对啊，我记得是这里啊。哎，怎么路都不一样了？哇！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哎，等一下！哎，我怎么下不？我怎么啊？没！我要去挂螺！对，他，我这现在这里是要挂螺的。对，难怪他把它挡住，因为现在他就是不让我那个进化敲钟啊，这不起作用。等一下，我一定还有一个东西要拿。好嗨！钥匙盒吗？哎，不是，我看一下。哇，来了，来不及！不过还可以啊，他就是用抓到你，他移动速度缓慢，然后他用抓到你的方式来让你重置。然后我觉得他也还不错的地方是你拿过的东西应该都会在吧？我们来看一下他是不是已经在了。Yes， 好，啊，找到了，在这，啊，在这敲锣打鼓的东西在这。奶叔，哎，不早说，刚刚我怎么没看到你这个敲锣的东西？来敲。咚！好，听不见他的声音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去楼下。I think she's gone。好，可以。我觉得，在信里面有提到这个。因为他这一章节其实叫结婚首礼，然后有琴师，然后琴师都是血，有琴师里面有解谜，我觉得这个想法都好，都不错，可是会有一点点，就是你怎么讲，你文房四宝给三个，你扇子给三个，你面具给三个，我觉得这些都可以，但我觉得他可能要在那个设计上要。可能要直接就是不要让你变成就是可以放三个，因为你可以放三个，你就会想到要放第四个，所以你就会大卡关。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有点可惜的地方哦。好，好，我们现在放上来了。然后呢？然后
哇塞，天哪，哇塞，等一下。我现在中间的子丑寅卯辰是为生有星，戌亥是不能转的，但是猴鸡狗猪可以，所以他会不会是子丑寅卯就是老鼠开始，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马，然后但是这个是哪一边啊？这个应该是跟着线走的。所以应该是这样。东西南北的话，那不就是这样子吗？这样。哦，乃书啊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个解谜也不错。所以东西南北会有后面那个地方。你看现在它整个解，我们就出得来啦。它就是我看一下哦，南是里哦。这个是南。南是里，然后北是南是里，然后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西，西是夸，南是里，西是夸，然后西南是开，这个是开，然后夸。然后再来是西北是有两点，有点像老虎哦，老虎，北跟西北都是老虎，老虎，这个老虎，这样，北跟西北是老虎，然后再来是有点像鱼，然后这个是 B， 然后再最后一个鱼跟 B， 然后这个是有点像刃跟 B， 然后这是刃，好，刃，在这奶叔赞。但后面这样子整个出来的这个提示的难度就不高了，哎，不是不高，就是难度就没那么高了。好，我猜我们那个应该都打开了，这个版画应该都开了。哎，没开，巴卡纳，在。那你开了什么东西？啊，门开了，我在猜应该是门开了。哎，冰。就在哎，我不行哎，我会受伤，我不能用魔法，我受伤了。啊，这应该剧情他不让你点火。哦，上锁了。哎，暗迷蒙。哎，啊，这个一直不知道这个女生是谁，但这个照片这样看起来确实是蛮可怕的，说实在。啊，应该是女主人吧，楼灵跟英灵吧，楼灵我觉得有可能是楼灵，因为祥四郎是爱英灵的，那他对楼灵可能，英灵可能就是因为家族的关系，就是有一个嫁过来，对，被这个家长已经选定好的这个结婚的这个对象，但没想到祥四郎呢竟然爱上了这个艺妓哦，然后让这个楼灵整个没有办法接受，所以这有可能是千代，可是千代又是谁呢？哎呦，哇！哎呦！所以我们进入这个宅邸里面，已经完全深陷入他的那个诅咒的那个这个整个记忆跟环节之中哦。还是其实哎，千代是我们吧？我们叫千代吗？其实我有点忘记，我们这叫千代吧？千代是我们的意思吧？哎呦！哇 ，OK OK。那这个是干嘛？
这些傀儡和那个人偶到底是谁还是什么点燃了这些蜡烛？好，好，好，傀儡。丁彪在。宁彪在。好，好，这里有很多人偶哦。这只人偶是，这种人偶最可怕了。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可以拿。哎呦，挡住我的驱鲁！喂。哎，这个人偶是会跟我是，哎，是木头人哎，是木头人，是木头人，是一二三木头人。这一只，这一只，这一只会跟，这一只会跟。我靠，这速度有点快哎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速度有点快，他速度有点快啊。天哪，天哪！好好，这边应该是我们要收集东西，我们要想办法出去哦。哦，他速度真的是有点快啊。那不然我们就退着走吧，边退边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。打不开。会不会走往后倒退路走一走，然后死掉了这样？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！啊，可以把门关起来吗？哦，可以，把门关起来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他会开门啊！他会开门，他会开门，他会开門！啊、哦，要死，要死，要死！啊、哦，要死，要死！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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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把门关起来。他怎么可以学会开门呢、啊？哎、欸，等一下啦，你太快了啦！哎、欸，这有东西，看一下。是你的日记。今天我说服楼林为我起舞，这个要从上星期说起。就在我们的谈话之中，楼林提起了他热爱跳舞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既然我们有休假，我就恳求他跳支舞给我看。我告诉他，我一直都很想学跳舞，但是我笨手笨脚的，动作太僵硬，太不自信，所以不敢尝试。他带我去本位田家族中其中一间房间，房间里摆满了他的艺术品和文化物品。然后楼林在我的面前跳起了一个传统舞蹈，光看着他的动作。和什么？刚看这种做举止，我看得出他嫁进本位田家族之前一定有舞蹈底子。他的动作优雅，脚步轻盈，舞姿优美的动作融为一体。他相似漂亮优雅的舞神在为我起舞，我尝试跟着他的动作，可是，在他的身边，我像个同手同脚的怪物。我需要多少辈子的时间才能像楼林练到这样子的那个呢？我其实是有点想试试看，如果被他抓到会怎么样，但是应该是直接带没有问题的哦。我在猜啦，应该是啦，合理。哎，我眼前一直有小虫，很讨厌。哎，好，在。下楼看，哎，你不要再进来了啦。在。把门关起来。我觉得跑是跑不过他的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我觉得跑根本跑不过他。看，超快，超快，而且他眼睛已经开始变了、欸，哎，在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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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我会死。可怕，可怕！等一下，我想想看，我现在拿到了一个，我刚刚在左边那边是有看到一个大门哦，但我还不确定。好。哇，天哪，好可怕！好可怕，好可怕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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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有个东西。在。
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刚好像解除了什么东西哦。哎，大门在这啊，大门在这啊，出不去，但是出不去。我觉得我好像有要，我好像要把那些，我好像要把那些那个玩偶在墙壁上的一些那个解开。这个要解开，要解开，要点一下。对对对，有好几个。是不是每个房间都有啊？哇，那它这个关卡是有一点点难度的，因为你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没咯。把门关起来。把门关起来，把门关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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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起来。我解了几个啊？其实我不知道我解了几个，还有几个，我不知道我解了几个，还有几个。在这，在这。等等哦，等等哦。还是这个是按了就？哎，等一下，不是哎，他按一下以后，他会……我不懂，我看一下哦，佛像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他这里有一个这个，他说这尊佛像除了当装饰以外，有没有别的功能？是否可以拿来解锁？还是有别的功能？好，我先来试试看，如果被他抓到会怎样？好像不会怎样哎。他就只是一直跟着我而已啊，吓我的吗？哦，原来根本就不会怎么样啊，那就没差啦。我在那边紧张半天，被木板挡住，什么意思？对啊，那刚刚那个出现那个的意思是，就吓我一下。啊？带了。哦，没有，这是另外一个地方了吧？六在。哦，没有没有，这不是另外一个地方。不是，我应该是解到，我应该确实是解到了，我应该确实解到，我刚刚应该被他抓到死掉了。进，在。在。你看，你看他的表情是有在动的，哎。可是。有这么多个地方哦，一直不理他就会死掉啦，一直不理他会被他弄死哦。懂懂懂。冰六在。那算现在要干嘛？我比较好奇现在干嘛。我点了那个东西以后，都会有点俩拱俩拱的。我知道了，点那个就是，是不是就是让它重置的？
就你不理他，他会俩攻，但你点一下这个，他就会重置一下。是吗？是吗？是这样说吗？是这样说吗？因为我现在有点……诶、欸，我想一下哦。因为这个地点看起来有点微妙，这我应该是该走的都走过一圈了哦。消除他的怨念吗？对，这里有一个小门啊，这里这个他说我打不开这，哦，因为这个哦，因为这被挡住了。那我应该是所有的门都走过啦、啊，而且只有最角落的这个门是最……哎呦，是刚刚他的那个鬼脸有突然出来一下，就只有这个小门而已，只有这一个吧？哎，也没有。不是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小台子。哦，这有两个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是不是因为要多点一些？等一下啊！呀，在哦，它有顺序啊，有顺序啊！它的五的那个啊，等一下，那我怎么知道顺序是什么 ？How do I know？等一下。等等。没，对，我点错了，要点到对的顺序才行。那我怎么知道它对的顺序是什么？那我刚点过的那个，它还在吗？不在了。在。这是第一个。好，第一个是不会错的。哇，好凶！哎、欸，哇！所以要记哦。哎、欸，这里吗？在。这不是第一个，第一个不是这个，第一个是有一个门，里面有两个的，在哪里？哇，它这个方位我有点。这个吗？这个是第一个，对，它是一哦，然后二在哪？好像很难找哎、欸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灯亮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灯亮了？哦，这是第二个。哎，又死了？为何？为什么？啊？我不解。病六在。那个房间刚，这个房间亮的还是亮灯的，这个才是第一个。哎，亮过的它就亮起来了，亮过就亮起来了，锁起来了。
所以我们要找亮灯的房间。不是哎、欸，不是不是，对啊，它亮起来，哎、欸，它熄掉了。哦，一定要照顺序点才行啊。它是不是时间限制？时间到了它就会俩拱。第二个，可是我如果点第三个错了，要偷动，第三个错了就会死掉哎、欸。对啊，他的，在啊，我真的很想知道他的关联性在哪哎、欸。三。不是，洗了洗了，总共有几个啊？那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，然后这里有两个。在，这里有两个，然后我看一下右边这里有几个，这里没有，这里有一个。会不会是这个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他的动作。他的动作，他现在的动作是手放在后面的。会不会其实他会提示我他的动作？因为这样子就不会变成瞎猜啦。哎、欸，对他，对，在。对，对，我看，啊，在，哦，对，他会提示我动作，哎，他会提示我动作，是手放在旁边的，手放在脸旁边，手放在脸旁边，手放在脸旁边。哦，原来他会提示，有啦有啦，他的动作就是在提示你。这个，哎哎，怎么又不对？啊，不一样不一样啊，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，我按错了，抱歉抱歉。手放在脸旁边的，不是这个，这是一。在。好了好了，不要生气了。手放在脸旁边，会不会是后面？在。好，手放在脸旁边。啊，来不及啊！气。好，看一下这个是不是？应该是这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冰，票，在。好啦。哦。时不时还要回头看他一下，不然他会生气。第二个有了，好。不是，这个不是手放在你旁边的。
手放在脸旁边，手放在脸旁边，手放在脸旁边。打不开。欸，手放在脸旁边的。不是。嗯？对啊，对啊。诶，怎么会没有？不是这个。诶，奇怪，怎么会没有？应该要有才对啊，我已经绕了两圈呢。不是这个。你等等，你等等。对啊，那里只有一间啊。这间呢？哎，还是是被锁住啦。哎，没有啊。他说上锁了耶。上锁了。哎，怎么会？啊，这里也没有啊。还是在后面吗？后面也没有。哎，这里啦，这里啦。这里这里这里是不是会有？哎，小间的啊，这里没有。啊，在这在这找到了 ，nice， 有有有。然后双手向上的。啊啊！气耶！啊！好好好好，最起码大概知道。但因为他应该是、嗯、他应该是会直接持续，所以不是你这样卡住我了啊，这里双手向上，好，那可以接，他可以接，还算不错，还算不错。好，哦，睡了睡了睡了，奶酥奶酥，哦，终于在有一个很大声的钥匙在。在，可以出去了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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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哦，有了，有了。哦，超自然的什么？啊，进剧情，进剧情。お前を私の息子に嫁がせてやった。私の家にまで入れてやったというのに。これが私の親切への報いか。蹂躙吧。私の息子4人全員。哇。哦，四个儿子都被他杀了。息子たちの墓に誓う。息子たちが味わった100倍の苦痛と苦悩を絶え間なく永遠にお前に与え続けてやると。哦，哎呦。